12月10日，牧童集团凭借四川绵羊方特乐园项目荣获游乐界中国杰出无动力设备供应商金冠奖。其实除了方特乐园项目以外，我们在西藏林芝的这个项目当中也有很出色的表现。这个项目的设备种类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是以滑梯和爬网的组合设备，将爬网打造成无数个立方体的形状，组合成独特的几何造型，再配以滚筒塑料滑梯，整体明亮的黄色在西藏的独特蓝天之下显得更加的吸人眼球。另外一个是模拟鱼群在水中穿梭的爬网设备，不锈钢骨架被塑造出游河的曲线，模拟出水波的变化莫测。放置在其中的踏板远看就像错落有致的鱼群在水中穿梭，同时为孩子们的攀登提供助力。我们用心真诚负责地提供每一件无动力游乐设备，希望能为孩子们的童年提供一份成长的快乐。